Ho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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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a. 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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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. 哎，蔡老弟，要不整龙哥？好，请注意哦，我在通关的过程，其实我是要善用手中卡牌。你有一手好卡牌，通过一个很难的关卡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拿的一手烂卡牌，我可以通过最难的关卡，这才是重点，听懂吗？拿好牌，你要打好关是没有问题。拿烂牌，不要说它不够烂了，已经够 normal 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拿了一手不好的卡牌，你基本上能通关，这才是难度哦，哈。注意哈，看百姓如何示范啊。应该是别转播戏了哈。带木油能做什么？等一下就知道带木油可以做什么了。梦也不可能魔队 有限制回合。这句话说得好，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。这是能力继承哦，能力继承，所以要打的话，基本上我建议各位是打全体哦。痛啊！CD3 了、哦、，OK 了，应该是不至于把它 KO 掉了。Perfect， 用力锤，用力打，不然人家就要送，就要 GG 了，各位。消不到算了，我一定先消新珠了。因为我不想要先交那个什么，不是攻击出的两倍嘛齁，两倍够吗？100多万应该够吧，看下火柱够不够，火柱够，我怎么闻到一个味道？有人在期待七大死印的味道喽？怎么可以这样嘞？是不是有人在期待了？咯噔！不好意思啊，刚刚好，越攻越强，用力锤他就对了。CD5 妈的，一定要玩这么极限吗？哈哈，外星猪啦！停！
标是第三架是17744哦。锤死他！锤死他！应该是攻击力够了吼。关键的时刻来到了，一只都没跳，一只都没跳。Let me think， 我要想一下，配技的关键性来了。OK， 八凤凰，干单只破800000，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耶。蛟龙科吧，我想一下。来，我们精辟的计算机又出现了、哦。你闻到味道了 ，GG 的味道。来，3050哦。我先确认一下技能是百分之多少，我记得是80%嘛，对不对？3050。哎靠！我干嘛关掉？3050。整版嘛哈，整版我算它是个这个不要9 combo， 我们算个7 combo 好了。哎，八凤凰倍率几倍啊？幻剑黄黄猿红狐连干每16，我要五鼠哦，五鼠 OK OK。我不算那个八 combo， 我算七 combo， 7321颗，七 combo 同色七 combo， 16倍嘛哈，16倍再乘上0.8。护肩，等一下，护肩，我想一下，护肩属，就当作全部都是肩的吧，12.8倍，好，我们看一下伤害多少，个十百千万十万68万，他不会死哎、欸。假如七 combo 的话，他不会死哎、欸！所以现在是啊，八 combo 的意思是不是？我带的很细哎、欸，我看麦姐，
八 combo 不够，要九 combo。呀，八 combo 的话是八三二四嘛。哎呀，八十五万，八十五万，八十五万。好的，八十五万，刚刚好嘛，就是手转八 combo 就有八十五万嘛，是这个意思嘛？五鼠又八 combo 嘛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波带走啊 ，OK 啦。这样大家知道怎么玩了哦，就是八 combo 以上的话，一副啦，八 combo 以上的话就可以了。来，为什么都是五颗五颗啊？你看水的五颗，火的五颗，光的五颗，看林老师哎，这里面要剩啊。水的六颗啦，不管了。这套八钢炮啊，这干这得被洗啊，看。哦，七 combo， 好你家仔，你老师咩好家仔有胜过？谢谢您，开亮，看到没有？精辟的计算。刚刚好，刚刚好，要算到这么刚刚好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嗯，刚没消好出，已经尽量了啦。我刚已经尽量了，好不好？克数没算到，嗯，克数。哎，我刚有克数哎，靠背啊，龙哥不用开啊，你太晚说了啦啊，可惜。奥迪，奥迪 Sim Pen。你太稳说了，我刚没算到克数，对，这下是关键哦，现在是关键哦。好悲啊，干，三十万，我算一下哈、哦，三十万，一样算火的哈、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颗而已，七颗哎。七颗，两 combo， 我看一下，一 combo 我可以转几 combo 啊？一二，一二，一，二四六七，五，四加三，我看一下，一，一二三四，一，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 combo 左右吧，应该是有七 combo 吧。还有十六倍，走，二十七万，靠背啊！哎，破不了防哎。二十七万破不了防，一定要这么刚好的对吧？妈呀，这个有点难哎！靠背啊！好了，我看一下八康博有没有过啊？如果有办法转到八康博的话，哎，百姓那个追打可以破八盾吗？追打。没有啊，我要破防啊！对啊，我说如果你可以破防，可以追追打，追打。但是我记得这个不会算，这种的不会算上去。是哦，对，这种不会加上去。不是，我说如果因为它是50%嘛，如果你破一次防，还要打第二次啊。对啊，啊，如果你开了，就
就是要打电话。哦，对啊，我印象中是这样。1950，好吧，各位，如果我有八 combo 的话，哦，这一关就过啊；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一关就过不 了。对，观众说，你没五鼠鼠，温系，不用算了。既然没有五鼠，这是谁讲的？甲贺忍蛙果然厉害，就是你的。谢谢你，甲贺忍蛙。丢嘞，没有五鼠，对啊，没有用。所以我这一波一定要一次录过去了，就不用再算了哈。啊，这个不是我在胡乱的哦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观众哦的实力是有多可怕的哦，绝不好小，绝不真入，直接灌过去哦。Say goodbye. 继续打关卡吧，不要那么靠北。六滴血哈，要争取我们的回合数，这很重要，这非常重要 ，very important 哦。暗的哈，他有六滴血，我先打他一滴血。再打两滴血，一滴加两滴，还有三滴。好，请尽量转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集气，集什么气？那个那个。龙科的气，龙科集气尽量不要叠珠哦，各位要记得，这是关键哦，叠珠就集不了了。七七四鼠盾，五回合，1000，10800。哦，首先第一波哈，就是做一个浪招的动作。什么叫浪招？你知道吗？就是等一下哦，它是什么光哦？那我不要消光就好了。这样懂啊？要浪它哦，一定要浪哦，这不浪不行哦，不是红不浪的浪啊，一定要浪，一定要浪。关键在这边。关键时期是在这一关，前面我还很好控，这一关不好控。这关控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控不消攻击珠啦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氛围。但他伤害有点痛哦，所以我才会留了一些这个新珠哦。嘿，四回合哦，来，啊，这回合的话应该就可以不用浪了哈。好，看到我做一个叠珠哦，叠珠，左边做五颗，做五颗其实是我有用意的哦，欸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如果那个五颗的话，我可能就可以对多赚一颗啦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。好，这边可以叠珠一下啊，哦！太神了，人品运气用完，什么谁说惨乱讲。嗯，他死掉了。他死掉了。这就叫做。自打脸攻击，了解吗？让他自己打自己的脸。哦，他现在是光嘛，所以会
我消光柱的话会被它吸啊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味道。两回合，很紧绷，很紧绷，用力锤哦。好，因为我消光珠没有什么攻击力，所以我也不打算消光珠了哈。哎、欸，不自觉就给他转下去了、欸。嗯，哪里？啊，转下去就转下去了，不然怎么办？捉捉羊，自打脸，砰！3961，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？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就等一下看了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给嘞！自打脸。手转有看到无？九康宝，自打脸，砰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啊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什么啊？东风啊，开，开，开！如果舒服的话，你可以其实可以再按一次的，是没有人会介意的，知道吗 ？OK 了吗 ？Are you ready? I am ready.Are you ready? I'm ready. Are you ready? Ready 啦齁。Ready 就好了齁。弄过去。弄过来。好，这个基本上是就这样齁。锵锵锵锵锵锵锵。手短八康宝龙磕开去。呈现一个不死的状态哦，不死哦。哎、欸，刚算是失误了哈、哦，没关系，我还是不死状态。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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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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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